的操作是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，从颜面的肌肉去牵动你的脚。那你要想想看，颜面的肌肉平常能够帮你做什么事呢？自己去想一下。可是你的脚可以做这样大的动作，你知道你脚的肌肉有多壮吗？可是你今天却是用你颜面那么细致的肌肉要去牵动它的时候，那它所需要付出的力量有多少？先放松。因为今天主要是要看下面，你再把下面都打开就好。对啊，可是躺在那里跟穷人啊，对啊，他们啊了，然后把那个颞骨的那个上缘往下推，它就可以了。你今天就这两个地方打开就可以马上操作。OK， 然后用完以后它会打一打，那先来看一下脚踝，看看它翻的角度，翻的角度就会比刚才再大一些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你就知道那个对一点，你再慢慢放练习，好不好？来，脚踝动一下，脚背脚踝动一下。的时候是伸骨头，伸骨在痛还是？就刚刚骨头就震动的痛。已经可以用更大力气去动它了，对不对？那知道那个点的位置哦。OK， 好，慢慢放。两只脚的小腿，膝盖以下小腿就有点酸。两只脚同样酸吗？小腿以下会有点酸。OK， 来啊，自己活动那种。有没有比较轻的？有哈。